好奇台湾的私人美术馆吗？邀请您和我们来一场知性与感性兼具的小旅行，实地走访艺术很有事节目拍摄过的永和杨三郎美术馆，一起欣赏画家的经典画作和故居。除了美的飨宴，还将透过穿街走巷的导览，聆听美术馆周边巷弄与建筑的故事。报名请上公视之友网站